掌声来谢谢我们的陈校长。哇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孩子们的表演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49届爱群幼儿园毕业表演活动正式开始。提醒前方有我们的老师指导区，还有远方拍摄区，那小心不要撞到老师。那前方这里的家长拍摄区，我们就由等一下表演的班级家长先过来。迫不及待。